music 泥土音乐是神自己手中的工作，因为神的爱是给每一个人的，所以我们非常乐意到世界各地去借着音乐来宣扬神的爱。我们非常的感恩神这么乐意使用这一块小小的泥土，在过去几年来，神在世界各地开了这么多服事的门，我们也紧紧地跟随他的脚步。心中